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今集我就会做一些老友记的下肢肌力训练的续集啦。咁上集咧，我做咗大髀四头肌啦、pat pat 啦，大概呢啲啦。好啦，呢次咧我哋就开始试下坐低同埋起身啦。因为有啲长者咧同我讲，将凳低啲嘅时候咧，佢哋坐嘅时候咧，就成个凳掟咗落去咁样嘅，即系好明显，其实只脚嘅力量都唔够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可以揾张凳啦，或者其实我哋可以垫高少张凳开始嘅。嗱，目前我哋攞嚿砖啦。墊高少張凳擺喺度，等落嘅時候，坐落去嘅時候咧，冇咁深啊，等佢可以。好啦，嗱，我哋點樣坐嘅位置點咧？嗱，坐喺嚿磚上面咧，我哋只腳大概有個膊頭闊度啦，腳趾亦都微微向外，大概20度角度啦。嗱，留意膝頭向翻腳趾方向嘅。好啦，我哋開始點做咧？我哋開兩隻手擺喺膊頭啊，擺喺心口都得。好啦，上嘅时候我哋挺直个背脊啊，嗱，慢慢将个人重心倾前少少嘅，去到某一个位置，好啦，你觉得可以上嘅时候就上。好啦，嗱，呢个动作我都要做十下噶。好，我哋慢慢坐低嘅时候都系 pat pat， 慢慢坐后啦。好，掂到上嚟，咦，一样挺直背脊。坐后 pat pat， 掂到啦，好，三，坐后 pat pat， 四，五，保持呼吸啊，吸气。好啦，之后咧，我哋想再俾少少深度佢咧，我哋可以拎开嚿砖啊。其实动作都一样嘅，系啦，挺直背脊坐好咗先。好，手放膊头啊，心口啦，重心少少倾前啦，少少压开只脚，唔好做嘅时候屈咗埋去啊。压开，放，好，少少倾前 ，OK， 一二三，起。一吸，二三，嗱 pat pat 夹起嘅，四好，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要训练小腿肌肉啦。我哋都系揾张稳阵嘅凳啦，或者将凳冇咁高扶直个人嘅时候咧，我哋扶墙都可以噶。企嘅位置都系膊头嘅阔度啦，望到张凳啦，我哋就咁好简单轻松地夹起两只脚啫。好，呢个动作我哋都会做十下。好，上嚟都係三秒，三、二、三、六、四、二、三、六，腳踭掂到啦，就上。
好啦，跟住小腿肌肉嘅進階版少少啦，我哋企後少少啦。呢次咧，我哋會將個膝頭少少曲起向前啦，少少趌劈劈嘅。好啦，呢、這個狀態底下，升起嗰啲，升起個人啊，一、三、六，一樣啦。腳踭墊到嘅就上。落嘅時候都係慢慢落啦，其實大家見到我小腿腳震緊嘅啦。9、2、3、6、0、2、3、6。好，今集我就同大家做咗一啲有關老友記嘅下肢肌力訓練啦。實際啲嘅點樣可以坐低起身嘅？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呢個節目，記得訂閱我哋嘅健康好人生頻道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喂喂喂，看完片不要走住啊，记得要订阅我们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资讯，陪大家追求健康，享受精彩人生。